我还是像这个失踪人，我在飞机站就给我打电话问两次，他还没有到家，他非常想我，我也想他。给鸭子吃饭。你老要看他们好，看到吗？没事的。走了，不饿。我要吃午饭了，你们会不会吓我？一个声音没有。走了，回来喽，你们。回来吃大餐，快点。你知道我现在要开心？嗯。因为我是去我家娘家的，这个是回娘家。对，回娘家，我们现在一起去。我会非常开心，但是现在你知道，可以说我的一半去，一半还在中国，你明白？嗯。快进车厢。妈妈会吓你们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但是你们要乖乖听爸爸的话。好的，好的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帮我换衣服，因为现在在温州人不是我们福建人，这样子地方。那我到我们赛道要快点。好了，出发。啊，那个也带。对。要出发。我妈妈现在都不知道我要今天出发，但是想我要29号。不，我回来了，我不知道你不出村到河冲咋地？不是，我们送包包，现在我要回来。好，好好好，拜拜，一路平安哦。嗯，好，谢谢奶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一路平安，走，慢走哈。再过去啊。哎，嗯嗯。去了，电话一个哈。好，好。嘿嘿嘿，我们太高兴了。去了不去？奶奶了。奶奶，抱不冷静。奶奶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三天。三天？对啊，因为啊，我说奶奶说你要几天回来？我说三天。在路上三天，他说你骗我。我不住赶路那么长呢。太远，奶奶太远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走啊。走啊，拜拜。嗯，谢谢。衣服看吗？我现在有想这个，好看。在路上，然后它会飞，你看，然后我没有冬天的鞋子，我没有帽子，现在太高兴了。怎么了？我现在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开心？我也不明白。等一下，因为我老公现在坐，他的脸一直这样子的。有可能，笑死我！没有，刚才你说你不明白这个厦门机场，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对呀、啊。笑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之前去福州比较多，来厦门少。对呀、啊。对、啊，这个是去国外的飞机站，你明白？因为我有想。国外的出发点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有想。这个不是我妈妈来的这个飞机场、嗯、那是到达站到达点，嗯，咱们是出发，对，不是，但是不一样，那我们也有出发在厦门，但是不是这个，嗯，大我们要在那里找我们的，嗯，我问一下，
哎，你好，我能送他？只能到这了，不好意思，先生。哦，只能到这了。护照出示一下。你有护照吗，先生？我没带护照。这是国内的吗？这是国际航班。国内航班带钱吧？小名字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他、不是，他是拿出来护照。没有，他说我的，我如果有的话，我可以送你进去。羞红了，你。没事啊，没有想到。我忘记了事情。哎呀，很酷呀！我没感觉是会这样子的。好，下次直接通知一下。没事啊。你去的，然后那个在那边开开心心的待一阵子哈，然后到了那边衣服要穿起来哈。我也看包包哈。没事，好安逸。哎呀，安逸。直接不用穿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去吧。包包拿的应该是。慢一点，现在要拿票。现在外国人太多，只有这一件对吧？啊，好了，票拿好了，该是了，该是了，现在我要拍你们视频。好了，现在都好了，票登我的飞机。我现在还不明白我是真的要去乌克兰，我现在想我是去北京还是去哪里啊，怎么说，开心是开心，因为我看到妈妈爸爸爸不想，但是也不开心，因为你们知道我和我老公10年一起，然后我们都是和他一起，我们没有分开，可以是这样子说，现在又分开，哎妈呀，很不舒服，是真的不舒服。但是他也跟我说，你不要想这个很多，但是想你马上去看你家人会开心。要排队时间长，人太多，这个是他们起来了，在这边还是没起来。飞机，哎呀妈呀，我是想坐长途班点，但是他们说没有，他说中心可以坐。没有，我中心在这里坐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出发！哎呀，我还是想这个失主们，我在飞机站这个有打电话我2次。他还没有到家，他非常想我，我也想他，但是没事没事。